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变，气之青青，上升者为天，气之重浊，下凝者为地。停，听不懂。嗨，就是说，在天地形成的那个时候，第一只妖诞生了，名为元帝，也就是万妖之祖。这妖祖元帝可是有通天的本事，他企图一统三界，菩萨们都降不住他，众神将、大罗金仙更是被他弄得溃不成军啊。最后佛祖座下的一名弟子祭出了自己所有的真气，这才将妖祖元帝永远封印在一处玄土寒冰之地。漂亮。这就完了。完了？变着法儿胡论吗？不是，我还是妖族他大爷呢。二师兄，马妖莫骂祖。那你说说，元帝这小子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？这书上说，妖祖元帝的邪神所到之处是寸草不生，还能将这世上的万物通通变成妖魔。这你也信呢？书上还说齐天大圣有通天的本事呢，那猴现在不照样屁颠屁颠的跟咱取经去吗？我的书，我可不当你书。凡心千万，心轮净守，若悟不透，禅语一瞥，佛心一尊，看芸芸众生，哎，我的悟空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这怎么话说的呀，师傅？您怎么哭了呀？看着您伤心，我老朱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。师傅，徒儿不争气，这肚子又叫上了。八戒，是为师太饿了。哎呀，都怪那臭猴子，麻去了，把师傅都给饿哭了。不，师傅的泪是为这世间流的。我怎？八戒，出家人不拍马屁，不讲脏话。不是，我是说师傅的泪我擦。天地众生，六道十类，妖有千千万，可妖又是什么呢？天同莫及。